彰化县政府为庆祝112年国民体育日，9日在社头乡运动公园举办彰化爱运动112年国民体育日亲子运动嘉年华活动。县长王惠美颁奖表扬推动社会体育有功团体及人员共计14位，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推动彰化的体育运动日益成长茁壮，蓬勃发展。我们一年大概有2000多个场次在做，那确实这几年来持续下来，我们国民运动的习惯也有了。那特别是今天国民体育日，我们在北彰化的国民运动中心跟彰南国民运动中心以及所有县立的所有的这个体育设施通通都免费，也希望我们乡亲善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那习惯这样的一个运动，让自己走出来，让自己更健康。亲子运动嘉年华活动有大型亲子气垫、趣味运动主题闯关、社区舞蹈表演及拍贴机互动等活动。王县长呼吁民众培养规律运动的好习惯，祝福大家快乐久久、健康久久、平安久久。公益频道彰化云社头采访报道。